现场的朋友，咱今来来坐牙签哦，咱今来好朋友，不管你是在天堂顶还是来坐牙签在吃饭的哦，我们赶快买一买我们的晚餐或者是我们的零食哦，赶快来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那么今天很高兴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共同参与我们这一个演唱会的赏宴，音乐的赏宴哦。那么待会呢，我们将会有美丽的烟火秀来开场哦。那么今天呢，特地邀请到许许多多知名的乐团。那么我们今天有麦岛社大热舞社的美女们会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舞，还以及我们的优雅农夫，还有我们的非常最近串起的红星哦，我们的 rap 团体，我们的国青歌，以及我们的飞天新势力，今天也来到现场。而且今天还有为了大家哈，来邀请到参加我们中国达人秀的一位红星来到现场哦，我们非常火红，红回台湾来的，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哈。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我们的反毒大使陈子强，我们的子强哥也会来到现场，以及我们的林忆云，也就是我们戏说台湾的女主角哦，待会都会来到现场，他大概这回来分享咱这好听的音乐，唱歌给大家听哦。那么同时邀请到我们麦寮最在地、最摇滚，而且创作最多的摇滚创作乐团，也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的森帅。那么他今天听说粉丝哈号召到全世界了，东南亚的、东北亚的哈都来了，泰国、印度都来了哈。那么在这边呢，非常的开心哈，大家们 cake 哈。可以走进来，我们没有收门票，好不好？我们没有收门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就是给他走进来就对了，好不好？等一下没有位置坐的，我要收50块，所以要赶快进来坐位置哈。那么如果说呢，没有位置没关系，我们尽量靠紧一点哦。台湾人就是靠避暑，台湾人那爱保温瓶呢，我靠拎一批来对小棍棍。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小棍棍拿出来哦，跟在这个风这么大的麦寮夜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也要许多我们从这个公司刚下班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哈，辛苦啊！期待了一个星期的夜市，今天我们的反毒反暴力的宣导音乐会在这边也跟大家一起来见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们赶快把东西买一买，赶快来到我们的摇滚区坐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欣赏我们今天的演出。再次代表我们的青辅教育基金会，我们的协办单位，我们的指导单位，我们的云林县政府麦寮乡公所以及麦寮乡民代表会，还有我们的主办单位云林县生存空间摇滚音乐发展协会，在这边代替这些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真的不用客气，唔免客气哈，唔免客气，甲行出来就对了，走进来就对了，谢谢大家，谢谢。乡亲哦，咱未了解乡亲，咱的好朋友，咱家阿叔、阿姨、阿伯、阿姆、阿叔，这回来参加哈，这回来参加，咱今仔日不是干唱国语啊，咱今仔台语歌嘛真多哈，台语歌真多，会带你去叫麦当劳啊，所以你讲好像大家一起来参与，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带着我们的男女朋友哦，朝着咱的 Sweet Boy and Our An， 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摇滚音乐会，在这边再次代表我们主办单位感谢大家。那在这边也要感恩这个今天这雅琪家的大哥大姐哈，我们这一些摊贩们，我们做生意的这些大哥大姐，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如果说我们的声音有打扰到大家的话，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多多的体谅哈。难得在我们这个跨年前，我们今天算个小跨年了哈。圣诞节过完的这个隔天，跟大家先来酝酿一下这个跨年夜的氛围，跨年夜的气氛哈。所以在这边先跟大家一起来小跨年一下，那么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舞台后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大家应该很熟悉，欢迎大家把车子停下来，把我们喝起来酿杯杯了我们好吃的食物，我们买了之后呢，带到我们现场一起来欣赏演出，听音乐，听好听的音乐，看好看的舞蹈，听现在最夯的 rap， 还有我们这个中国达人秀都来到现场，我们的左鹏也来到现场，还有我们很厉害很厉害，最近刚从上海回来，我们的飞天新势力哦。那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带给我们所有麦寮的乡亲呢，对于我们的音乐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看法。什么叫做中西合璧？今天晚上都可以让大家看到。再次的邀请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注意一下，我们的开场烟火开始啦！注意一下我们的舞台后方。云林青年嗨起来，正式开始，在场的来一点掌声听一下好不好？哦，不错哦，再大声一点，这样就对了，把我们的热情拿出来哈。我看你们有没有办法热情让我一件一件脱掉，因为开场前实在是太冷了，我一直加上去加外套，然后嗨嗨嗨，为什么你在那里？不是应该上来吗？好，来。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哦，我们的法比，让他去准备一下。这个特地为了他哦，他为了我们今天的晚会，特地从这个上海赶回来哦。他今天最近他昂个了没掉，那也安内好。只要是跟我们生存空间有关系的，每一个都很红哈，每一个都很红。那在这边真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那么今天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云林县生存空间摇滚音乐发展协会呢，举办了一个这样子反毒反暴力的演唱会。南家的所有好朋友，大家不要只站在外围看，不要只站在外围看。来，我们邀请咱来邀请咱大家咱家乡亲哈，这会坐着来，这会坐着来。我们现场还有位置哦，哈，现场还有位置。大家好像有一点感觉非常的惊讶，就是这个演唱会到底可不可以踏进去？可以，好不好？可以，大家门可以哈，大家门可以。好，那我想呢，今天邀请到，先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团体。我们今天呢非常的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麦寮社大肉社，在哪里？哇，每一次看到你们都很开心，怎么办？越来越年轻，那个谁怎么越来越年轻？好，而且今天还有我们的优雅农夫哦，一个是曾经在都市里面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偶尔来到了乡村之后，发现爱上了乡村农村的生活，从此之后留在我们乡村农村来过日子，并且来创作。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rap， 最近 rap 的这个团体非常非常的火红，很夯哦。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伯清哥，还有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飞天新势力从上海回来。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飞天新势力里面其中一位团员哦，我们的佐藤，是我们这个中国达人秀也是非常厉害哦，非常厉害。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陈子强以及林逸云晚一点都会来到现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生存空间带给大家今天非常震撼的演出。什么叫做摇滚乐团？什么叫做中西合璧？今天都会给大家来看到。我想呢，首先请问一下，我们刚刚尖叫的那一团准备好了吗？用尖叫声来确定你们准备好了没，好不好？来，
我们来热情的邀请我们的麦寮社大热舞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